来个脱了皮的八爪鱼。太大了，天哪，今天为了你们手里的小红心，我必须再来评一下。我拼了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吃辣谁会给你双击，狠狠上。好，拼萌。这样的双击还给不给了？有好多小伙伴说小伙最近飘了，都不怎么吃辣椒了，今天来个爆辣版的海鲜大面条，再加点辣椒。妈，这个视频能不能给我两个双击，男神一个女神一个。我来了啊，够不够辣？拼一下啊，咱到底的双击能不能给一个。来一个超大个的美瞳，必须辣椒放里头，来个大葱、大蒜、
红油浇上，哇，别的视频我可以不要双击，这个视频就给我一个吧，因为这个是我做的。我脸皮比较薄，好久没这样吃。这个视频我只要两个双击啊，一个能吃辣的和一个不能吃辣的。太香了，大秤王来个一口梦，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注定失败。爆头专业户来了哈，来个麻辣的。看得过瘾的点个红心支持一下。有黄有墨。朋友们给个红心支持一下，感谢。再来点料，配上蒜泥。我的妈呀，这啥情况？一条腿100块钱，能不能给我300个双击？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吃面包蟹的呀？来个大龙虾味，这个龙虾味可厉害了，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，给我一个双击也行。每人一个啊，精华。马上开直播，我来晚了，跟着视频叫。大米，喜不喜欢吃这个蘸料？太香了，老铁双击。能吃辣的给个双击，能吃超辣的给个关注，爆头。墨，接下来一个爆辣版的啊，
太难了，老铁都私信我叫我蒙四个包头才会给我双击。实在蒙不了，不要了，马上开直播，跟我视频见。